接下来关心的就是日本的三一大地震未完结上映这件代志，要来感谢台湾啊，同时是有捐款协助这日本终结啊，日台交流协会有来举办一系列的相关的活动，有音乐会，也有奈良美智的特展，主要就是讲日本绝对未记起台湾的温情。日本三一的地震就要届满十周年，台湾迄当阵为着要协助日本赈灾，捐超过70亿台票，为着要向台湾各界表达感谢，展现大力的友谊，日台交流协会由文化部加中华文化总会协助，随即开始伫台北市华山吉本特区办纪念特展。我们就绝对不会忘记，日本最黑暗的时候，台湾伸过来的温暖手。台湾的行动告诉全世界，纯粹的善意是比任何强大力量还要强大。日台交流协会代表全玉泰讲，绝对袂忘记台湾的温情。日本东北观光推进机构也透过影片代表东北向台湾的民众说多谢，希望疫情过了后，会当甲台湾有更加进一步的交流。现场也邀请三一的迄当阵去东北斗三江的台湾搜救队的代表，佮来台湾的日本留学生分享经验。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，台湾佮日本有特别的感情，也是伫咧困难的时阵互相斗三江的友好关系。当有国家不合理的抵制台湾水果的时候，日本民众马上涌进超市，用日币把这些台湾水果下架。这些暖心的动作，都让台湾人民深深的记在心中，也彰显了台日之间相互扶持的友好关系。日台交流协会规划一系列的日台友情活动，拜六由音乐会起集，加奈良美智的特展，知名乐团灭火器过去也捌去日本东北拍因歌曲的 MV， 为日本人加油。李祖玛也创作全新的纪念单曲，展现日台之间的友好情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